小明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了，以下哪一种保险会理赔呢？ A. 一般房屋保险， B. 地震险， C. 雨伞险， D. 以上皆是。正确答案是 B， 你答对了吗？房屋保险并不会保障地震造成的损失，但强震对房子带来的损害通常是全面性的，整修重建的费用非常高昂，尤其加州处于地震带上，为了保护您的房产，请一定要加购地震险哦。